你要个这个过拉头。好的。怎么卖的呀？你要怎么包？可以全都加吗？全都加，加一条都可以加。可以，那我要加油条加蛋的，再加菜的吧。他们这样子呢，10元钱一个。好。非要加一条呢，7.5元一个。好，哦，双黄蛋。嗯。这是鸭蛋。这是鸭蛋。哦。新他们都吃鸭蛋。好。辣的要不要？要的。微辣的豆一点呢？微辣吧。还有猪油。猪油。嗯。这个是海天酱。好。葱要不要？要的。香菜要不要？也要的。你家有什么小菜呀？这个小菜都是热水菜品。哦，这个是新疆米线，米线，这个长豆豆，给你豆一点。好，谢谢。这个绿色什么菜啊？这个是旱菜。旱菜。嗯，这个野菜好。都是脆油条啊。嗯，这个都是脆油条。好嘞。这手不烫吗？不烫。嗯。这种跟那种山东的炸羊煎饼有什么区别？不一样吗？完全不一样。这是新昌小吃特色锅辣条。哦，我这是二十多年老店了。好嘞，谢谢。好。